一分钟打广告，啊呜！开始，好，我要说的是这一套绘本，它一共有十本，《狼和狐狸》还有《养成记》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套绘本。在这一套书呢，《狼和狐狸》是主角，他们是好朋友。我觉得这个作者写到很真实，就好像真的同学们在学校跟朋友的相处。比如说这本书的他们吵架了，在学校你跟朋友吵架了会怎么样？然后在这本书呢，狼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好，我心里话来的，我念给你们听。我是狼，你知道我最不愿意说的话是什么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太难了。在心里说容易，可我就是说不出口，这种痛苦的心情你能理解吗？谁来帮帮我，帮我说出对不起。你是不是在学校也有说不出对不起的时候呢？好，这一套书呢，我推荐给一年级的同学开始看，当然爸爸妈妈也可以看的书。一分钟打广告结束。